拉，那个就是飞拉，就是飞拉，那个是那个主角，那个主角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飞拉姆是一个应该是那个战队名，要改名字啦。因为那个主角的小徒弟，小徒弟。刚刚说跳的时候，就刚刚直接跳吗？直接跳啊！百兽王战，我就没有，没有忘了。我一上去的时候，我就说最好的上场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我先享受一下居高临下的感觉。那群军官，我们在最前线讲话。我说好，我要我然后我就许我26岁前，我要在淡水什么战队，碰到啊，什么几个几个，还有五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五个人，战队，对，希望只要去克白兽，啊，那就每个人敌人的不一样，不是说后面就是战队变冠军啊，他变身的，啊，他看你们要打嘛，打回头，从最后一个从那边下了一个东西，打那个枪嘛，很像枪，对吗？对然后那个球就超高，那个就是打不到，根本打不到。战队，什么战队？然后我一直担心他们到底能接住我，看他们，他们在跳台下，我说假，你们不行不行啊，然后就他说许愿望，我说我要去想。你打了，下面又大笑。太山，他太山枪，第一次都讲不出来。太凶。